柏林家姐。今日是中华民国25年2月3日，礼拜一。老娘永固掉你老母臭花起鸭。我哋圣祖涉博虎奴系顶级 Band One 上家记者黎加马。鬼整佢鸭，边条撚样含家产法呢张使人发帖嚟。请我哋两姊妹落去新世界大光。睇过出上海咗牌艺华影业公司。牌汤晓丹呢都死咗仔。死落香港拍过出粤语片《糊涂外父》和真系够唔撚搭吧。看贼不良立。我哋做鸡嘅都唔撚好呢出死人咗仔垃圾片呀。喂林西妹。老娘波姑吊你老母臭花起呀。细撚敢怒气咩。我哋又系嘅细撚幽默老俾银子嚟争住吊呀。提下呢出影滑戏嘅剪报。播返紫罗兰跳臭花戏唱嘅影滑戏插曲华人曲嚟听住先啦。